孩子的眼睛视网膜呼吸化疗是特别的严重，经过治疗这几次，到最后也是到8月10号的时候右眼摘除，目前剩下左眼，左眼现在听医师，现在目前的治疗听他指示，说不乐观。过去这3年来，在北部的其他医院，他接受了，无数次的就是静脉的化疗跟以及玻璃体的化疗这样子，那但是在今年8月的时候，右眼还是被摘除了。那同时就是从今年的年初开始，其实两眼的肿瘤其实是跑到前方去的，就是水晶体的前面这样子。于是我们就转了联络美国的眼科医院，那我们联络的对象是全世界最有名的 Wills Eye Hospital 在北城。那他是台湾其实没有眼癌的小孩去过那家医院，那所以呢，就是我将会陪同这个孩子一起到美国接受治疗。